你从没在戏院见过他。宫崎骏作品。お父さん、ここに何かいるよ。啊，コロコロ先生でおいで。首度在台公开上映。何それ？トトロだよ。带你找回最初的感动。一生一次在大荧幕遇见龙猫，1月29日戏院见。预售套票四大影城热卖中。